揭秘，林彪的四野十二个军各军长、政委、参谋长都有谁？林彪的四野十二个军各军长、政委、参谋长都有谁？一、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，政治委员罗顺初，参谋长刘希元，麾下第一一八师由原第七师改称师长邓瑞，第一一九师由原第八师改称师长宁贤文，政治委员刘光涛，第一二零师由原第九师改称师长郑固林，政治委员李改，第一三五师师长管松涛杨树元，政治委员蔡炳辰马义之。二、第四十五军军长黄永胜陈伯钧，政治委员邱会作，参谋长黄虎杰，麾下第一三三师由第二十二师改称师长张万春，政治委员谢明，第一三四师由原第二十三师改称师长周明彪曲古贤，政治委员谢家祥，第一三五师由原第二十四师改称师长丁胜，政治委员为组真壮族，第一五八师由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师改称师长李道之，政治委员王小生。三、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，政治委员李忠全，副军长杨梅生，参谋长彭寿生，麾下有第一三六师由第二十五师改称师长曾优雅，政治委员徐光华，第一三七师由第二十六师改称师长萧全夫，政治委员李振生，第一三八师由第二十七师改称师长任昌辉，政治委员王文，第一五九师由原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七师改称师长陈宗坤，副政治委员曾凡友。四、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，梁钦楚后，政治委员梁毕业，参谋长曹李怀，江庸辉，麾下有第一一一二师由第一师改称师长江庸辉，杨大义，政治委员黄玉坤，第一一三师由第二师改称师长唐青山，政治委员李行，第一一四师由第三师改称师长刘贤玄，政治委员方国南，第一五一师由独立第十师改称师长赵东环，曹灿章，政治委员蔡明。五、第四十七军军长两星初，曹李怀后，政治委员周赤平，参谋长黄伟华，政治部主任李基，麾下有第一一三九师由第二十八师改称师长贺庆基，政治委员燕福生，第一四师由第二十九师改称师长刘转连刘子云，政治委员陈发红，第一四一师由第三十师改称代理师长叶建民，政治委员张百春，第一六零师1949年3月由东北军区整训第一师改编师长朱子修，政治委员李喜彭青云。六、第四十九军军长中委政治委员袁生平徐宾州，副参谋长王抗，麾下有第一四五师由第三十四师改称师长温玉成沈启贤，政治委员谭友林陈德，第一四六师由第三十四师改称师长王奎先，政治委员厉载山，第一四七师由第三十六师改称师长沈启贤，郑贵清，政治委员王建忠，第一六二师由东北军区土产第十三师改称师长张万春，王兆湘，政治委员陈德，徐宁。七、第三十九军军长刘震，政治委员吴法宪，吴信全后，麾下有第一一五师由第四师改称师长王良泰，政治委员李世安，第一一六师由第五师改称师长吴国章，政治委员石英，第一一七师由第六师改称政治委员李少元，第一五二师由东北军区土产第七师改称师长罗华生，政治委员邱子明。八、第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，政治委员莫文华，欧阳文后，第一二一师由第十兼顾耐用改称师长蔡正国，左燕
政治委员李秉令第一二二师由第十一师改称，师长田文阳政治委员。吴宝山第一二三师由第十二师改称，师长江谢元政治委员。张秀川第一五四师由东北军区独立第二师改称，师长左翼卢彦秋政治委员。曹传赞九第四十二军军长万毅吴瑞林后政治委员。刘兴元第一二四师由第十三师改称，师长徐国夫代理师长。狄义东政治委员。丁国玉第一二五师由第十四师改称，师长彭龙飞政治委员。谭文邦第一三六师由东北军区独立第九师改称，师长廖促足政治委员。钟民十第四十三军军长洪学智李作鹏后政治委员。乃传朱张石明后第一二七师由第十六师改称，师长李作鹏王东宝政治委员。刘锦平第一二八师由第十七师改称，师长黄荣海政治委员。宋维世第一二九师由第十八师改称，师长严杰三政治委员。孙政第一五六师1949年下调归江西军区，师长邓克明政治委员。中人访驻世峰十一第四十四军军长邓华方强后政治委员。吴富善参谋长高体干黄忠诚第一三师由第十九师改称，师长徐少花邓东哲政治委员。邓东哲姚国民第一三一师由第二十师改称，师长刘树刚刘永元政治委员。刘永元罗九荣第一三二师由第二十一师改称，师长李化民徐少花政治委员。朱民钦第一五七师1949年六月调回江西军区，师长曾静凡代政治委员。于英川十二第四十八军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。陈仁林参谋长第一四二师由第三十二师改称，师长欧志富政治委员。谢唐仲第一四三师由第三十二师改称，师长李光辉张光发政治委员。刘禄成第一六一师1949年六月调归江西军区，师长韩梅村政治委员。钟辉